哇，这不是小五吗？小五来干什么了？小五也来收集头发了。原来啊，唐三哥哥说的，他喜欢长头发的女孩，所以小五就来收集头发了。那我们一定要帮助小五收集长长的头发，我们要躲着这些障碍物。哇，这个游戏真是太好玩了吧。哇，这里还有个秋千，我们可以坐着秋千收集头发。哇，前面这么多的电锯，这该怎么过呀？小五，小五，你不要怕，你就尽管往前走，我会帮助你的。我们就到终点了，我们选一个比较好看的颜色，我们一起量一量小五的头发有多长吧。哇，竟然是最长的125米。嗯，你个朱朱青，你也来收集头发了？你是要和小五抢唐三哥哥吗？好吧好吧，我看你怎么收集，我是不会帮助你的，我让你一个头发也收集不到，哈哈，不相信你就往前走，你试试，你看我能帮你收集头发吗？唐三哥哥可是小五妹妹的，朱朱青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，怎么哪里都有你呢，你真是烦人呐。哇，朱朱青到现在一个头发也没收集到，哈哈，马上到终点了，旁边的那些人会不会嘲笑你呢？朱朱青，哦，我们给他选一个棕色最不好看的颜色，让他量一下看看他的头发有多长吧，哈哈，一点都没有，朱朱青。